柯市长惊爆丑闻，竟对小朋友动手动脚了。早上我坐公车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小朋友看到我，马上就起身要让我坐了。我说我表明你有这个心态就好了。结果到了下一站，我小朋友又起身要让座，我马上又把他压回座位上去，说不用客气。但是后来小朋友却突然哭了出来，他说我家已经过了好几站了，为什么你不让我下车啊？今天晚间7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无敌 A 照咖。